那秒约陪玩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简单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它这里有很多很多的游戏，然后点进去，然后选择你想玩的游戏，你就可以开始找人玩了，看有谁在线，有谁不在线这样子。对啊，那等一下，因为我要找的东西是创世神嘛，它这边叫我的世界啊。如果你找不到创世神，记得是这个我的世界，好不好？嘿，然后娱乐这边也可以，就是你如果不想要玩游戏，你想要什么闹钟、唱歌、哄睡觉、聊天都 OK。对，反正就是看你们各取所需啦，这样子。嘿，喂 ，Hello。喂，嘿、hey, ，你好，你好，嗨，对，其实我一直忘记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要怎么称呼你？嗯，叫我花花或花儿都可以。对，你知道，各位观众，这位，你是直播主吗？还是什么？之前曾经是，没有做。啊，了解。那我先随便创一个世界好了。名字就叫做。如果你今天帮你的小孩取名字，你会取什么名字？你说我们一起玩的那个世界吗？嗯，对，你就随便想一个名字。花花跟瑶瑶的世界。这样听起来像什么酒店？不好。你老妈有够胖。欸，不行，这个是我自己的地图了。我想一下，你说你现在人在网咖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你那间网咖叫什么名字？不方便透露。你是怕被堵是不是？对。好了，就打包厢一小时30块，这样好不好？有，我看到你了。好吧，我在哪里？有，我在你对面。你在我对面？对，你可以向后看吗？有，我看到你了。好，那这游戏还 OK 吧？还会玩吧？还可以，可是我蛮菜的。那你玩这游戏比较擅长什么？找钻石。找钻石？哇，真的假的？你知道我是实况界里面最会找钻石的了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啊，不如我们要不要来 PK 一下？我今天是跟你买一小时嘛，对不对？嗯，那我们 PK 30分钟，好不好？我们 PK 30分钟，看谁先找到钻石 ，OK 吗？好啊、OK， 好、嗯，你选一个起点好了，然后那个起点开始之后，我们就开始了，好不好？先找那个可以挖石头的地方，这边应该会有。你说岩浆里面应该会有吗？我们换个地形去看看。好，我们现在这里可以脱离沙漠，你有想要从这里开始吗？可以呀、啊。好 ，OK， 你开始打树，这是表示我们已经开始了吗？不然我们就40分截止，好不好？然后看谁挖钻石比较多。好，还是要先弄树啊。好，对，还是要先弄树。我已经开始找了，你真的再不下来，你会输我、喔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、啊、真的、啊。做稿子哎。不行，你这样太慢了。你不是说你擅长是找钻石吗？那我们就是用电竞等级的找钻石速度了，好不好？天哪！没有啦，不要给你压力，好不好？轻松玩，压力好大。你要跟我加钱吗？等一下，你的稿子都做好了啊？当然咯，也太快了吧？对，是不是？我们讲求速率的，好不好？你真的在挖、欸？当然咯，外面超黑的，为什么你会有火把？因为我挖到煤炭啊。你有挖到煤炭？好啦，你需要我可以给你一点，好不好？你需要我可以给你一点，好不好？我完全看不到路，救命啊！好啦，来，你可以来我这边，我给你一点点煤炭，好不好？你往刚刚、有僵尸啊！我的天哪，怎么办？你人到底在？你人跑去哪里啦？欸，这样子我会不会有点失职？他们等一下一定要骂我，你相不相信？天哪、啊，好黑哦！这里，来，往你的后面走。欸，不对，那个是窟窿。啊，你人在哪里？我完全不知道你人在哪呢。我在窟窿的附近，我在这，我在洞窟里面，在这。哦，你已经在洞窟里了，那就好啦，往下走。来，我先带你走你走洞窟。好黑。好，来，欸，你要不要下来啊？你跟我对，你来我这边好了，因为我这边是一直线的，比较不会遇到怪物啦。哎呦，有僵尸狐狸派，你就稍微闪躲一下吧。等一下，我从哪里下去的？我刚挖的那一条嘞，怎么不见了？你怎么不放个火把？啊，这里，来，这里有哪里啊？有，我有放火把，只是这里来，你往你的后面，左边，正后方，来左边，哪里？这边不要紧张，好不好？还有僵尸一直追我。啊，那你要答应他吗？我不要答应他。我要怎么下去？你要怎么下去？我要怎么下去？我快死掉了。好
好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死掉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来来来来，来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不要慌，不要慌，来跟着我。我死掉了。跟着我，跟着我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往下走，往下走，往下走，你就往下走就是了。怎么往下走？就继续往下啊。好，我也要下去了。我声音滴血。你就慢慢的回血吧，等我一下。有，我堵起来了，不会有怪物了，不要担心。我要怎么回血啊？我没有东西吃。没有东西吃哦。好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我好饿。我声音滴血。一个煤炭烧三个瓮吗？八个。嗯，一个煤炭可以烧八个物品。可是你怎么找到漏了？你刚刚有去打东西哦、喔？有啊，就稍微打一下下啊，对啊。哇塞，我都没有失误哎、欸！啊，不然你刚才上面干嘛？你在摸鱼哦、喔？我刚才打木头，打了一堆木稿。打了一堆木稿。对，我打了一堆木稿。好啦 ，OK 啦，木稿。对啦，人家专长是挖钻石嘛，说明他打算木稿挖钻石嘛。木稿好像不太能挖钻石。没有，是完全不行。这边被你捡到一个半现成的洞，你可以继续往下挖了，说不定你真的会比我先找到钻石。我们就是四十分结算哦，看谁挖到的钻石比较多、哦。哇，你已经挖到第十了哎！你不是也在了吗？我刚好跟你下来。哦，好，他来捡我，捡我的现成，可恶！捡你的现成。啊，忘记做火把了。忘记做火把，我刚刚有给你煤炭吗？还是没有？十二个煤炭应该只能做十二个火把。没有，十二个煤炭可以做四十八个火把。真的假的？啊，真的，这么多、哦。嗯，一个煤炭做四个火把。好啦，我应该、不要。啊！What the？ 这样算你输吗？没有啊，四十分结算啊。被苦力差炸死不算了。没有好不好？结算钻石的总数，你要想好处是我现在又落后你一点点了，哦，我就要重新打木头了，可恶！我有很多木头哎。嗯，好，没关系，我既然是比赛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就用尽我的浑身解数。你现在已经在很下面挖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哎。嗯，我不是看到你在我下面吗？可恶，你还把我的铁全部干走！我第一个抓到哎。我以为你是丢给我的。没有，拜托、喔，你有看过战场上是哪一个人把食物留给敌人的，是不是？好吧，我挖到岩浆了。你要泡澡了吗？哦天哪，没有水耶，没有水桶。没有水桶，那你上岸了吗？还是你还在岩浆里？你在岩浆里游泳。那你就跟我一样再跑一趟咯。没有哎、欸，那岩浆流一半就没有流了。真的吗？好啦，那应该还好。哎、欸，不行啊，我觉得已经二十六分了，我们居然连一颗都还没挖到哎、欸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对啊，我们两个不是都自称找钻石很厉害的吗？哦天哪！不行，我觉得我要再加把劲了。我只听到僵尸的声音，啊，好吵。那你觉得僵尸跟我哪一个比较吵？僵尸。哇，真的假的？我以为我会给你就是哇，这怎么那么聒噪的感觉？对，你的声音蛮好听的。哇，真的假的？各位观众是不是？来宾都这么说了，咬的声音蛮好听的。各位观众，你们在嘴啊哈？我手都没有钻石。对啊，好奇怪啊、喔，对不对？怎么这个地方好贫瘠哦、喔？好像怪怪的哦、喔，怎么都没有钻石哦、喔？真的都没有挖到哎、欸，现在是什么状况？我觉得有点，我也挖不到哎、欸，为什么这样？哎、欸，如果我们现在是僵持，那表示等一下我们只要有其中一个挖到一颗就赢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那一定是我会赢。哎呦！哎呦！奇怪，我们两个不是，地方我们两个不是都说很会找吗？钻石到底去哪里了、啊？哎、欸，你被岩浆烧了。对啊，我刚被烧到一下下、啊。找不到钻石怎么办啊？对啊，好奇怪哦。哎、欸，不行啊。停手了。哎、对哎，停手了。天哪、啊！好啦好啦好啦，我很少在别人面前投降了，好不好？和局和局，这样好不好？和局，真的找不到哎、欸。今天发生什么事？我也找不到哎、欸，奇怪、欸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
嗯，九点半了，就不耽误你时间喽。好的。嗯，好 ，OK。大家如果就是想要再就是找这一位，那可以到陪玩就是下单，他叫花儿啊。那之后不一定啦，就是如果有机会再找他一起玩这样子。嗯，那今天就谢谢花儿啦，谢谢谢谢。谢谢瑶瑶。嗯，哎、欸，等一下打分数。你觉得我这个人相处起来怎么样？一到十。十？哇塞！耶！原来是九一波起来咯。谢谢你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咯，拜拜。